一对一成交的威力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啊、譬如说我每天呢，有时候啦，就是几乎每天，不一定是每一天，但是就是我想做的时候，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，我就会做这个一对一。那因为我们公司的名单很多很多，多到用不完 ，OK？ 所以有时候呢，我常常就是一天可能会做两三次、三四次一对一 ，OK？ 那这些一对一的名单都是我们系统有一个流程，可以把这个名单挑出非常精准的名单，所以我不会浪费时间。如果说你有听过有一些公司，他们可能都会叫一些什么业务，然后就随便打电话要去卖东西。那一种电话行销，那个是很辛苦的，因为你是等于是 cold call， 你打电话出去，人家根本不想理你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我们做的一对一都是很精准的，对方都是很急迫、很迫切的，很想要知道一些资讯或者学一些东西。所以当我们对这些非常精准的名单做一对一的时候，你的成交率可以非常非常的高。如果说你今天是去一些公司，然后这些公司他叫你去做这个 cold call， 好像就是随便打电话去卖东西，那一种成交率如果有一两个 percent， 就是100个里面你如果有办法成交一两个就已经很棒了， OK？ 但是我们的做法不一样，我们公司都会先用我们的系统先挑出非常非常精准的名单，我们都知道说这些名单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他们想要什么东西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去针对，我一天只需要花，大概是每一个一对一大概花十分钟左右，我一天只需要做大概三个四个，通常就已经可以成交几千美金到一两万美金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名单非常的精准 ，OK？ 所以如果说你也想每天至少成交一千美金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法。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方法每天至少赚一千美金？你需要有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，你需要获得我们的这个成交高手的资格认证 ，OK？ 那这个成交高手资格认证，我会亲自教你，我自己。到底每一次每天对这几个这个一对一每个大概是花十分钟，我到底都讲什么东西？那我自己在做一对一的时候，我的成交率大概都是 80% 左右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跟四个人一对一，大概有三个四个会买 ，OK？ 而且每一个大概都是买几千美金，有时候是买一两万美金。所以我每天只要花大概30分钟左右。做大概三四个一对一，就一定可以赚几千美金到几万美金。那这个是我每天赚钱的其中的一个方法。我不一定会每天做，但是只要我做，就这个方法一定每天至少帮我赚几千美金到几万美金。OK？ 那所以呢，如果说你也想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流程，帮你自己大概是赚每天赚一千美金以上，一千美金不是那么多。OK？ 你等你。会了这个方法之后，你以后就会知道说，用这个方法你一天要赚一千美金真的不多 ，OK？ 但是，一天赚一千美金对很多人来讲已经很多了，很多人一个月才赚一两千美金、两三千美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学会这个方法，你以后一天赚一千美金，你等于是你一天赚的钱已经是人家几个礼拜、半个月赚的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OK？那你如果要用这个方法每天至少赚一千美金，你需要有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你必须要得到我们的这个成交高手认证。那这个成交高手认证，我会一步一步教你到底要讲什么。OK， 在这十分钟的时间，你应该要讲什么，就可以立刻成交，他会立刻付钱。OK， 那他付钱之后。之后的事情你不用管，因为之后的事情我们的团队会来给他服务，所以你只是负责成交 ，OK？ 那之后所有的客服什么的我们会来做，所以你就蛮轻松的。那这个赚的钱你大概可以拿一半嘛，对不对？譬如说你如果一天成交，假设说以后我们每天给你十个名单，
然后你成交，你一开始可能成交率没有像我这么高，你可能只成交三个，那就是可能是一个人，如果你是卖1000美金的东西，你成交3000美金，你大概是拿1500美金，对不对？OK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你先必须要得到这个成交高手的认证，那这个是我亲自会教你，我会告诉你大概就是你必须要讲些什么东西才能立刻成交，对不对？OK，所以这个是我会亲自教你，把你教成成交高手。然后当你变成这个成交高手，有这个认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每一天你一定都大概都可以赚1000到几千美金。OK，那接下来呢，你会需要每天会需要一些很精准的名单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很精准的名单呢？我们八位数集团，因为我们公司有这个平台，有好几个平台，跟888，跟这个 Media 8，还有这个 8net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名单呢，真的是多到用不完，OK？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给你这个名单，让你来成交。一旦你拿到这个成交高手的认证。我们以后会给你很精准的名单，非常非常精准的名单，你会知道说这些名单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想要什么，OK？因为他们都已经事先在我们的平台都已经填过资料，填过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，还有一些问卷什么的，OK？所以你都会知道说这些人在想什么，他想要什么。所以第一个步骤，你要先拿到这个成交高手认证。第二个步骤，以后我们每天给你名单。如果我们以后每天给你10笔很精准的名单，你每天大概是花大概是一个人大概是5分钟10分钟嘛，所以你一天大概会花一个多小时1个小时左右。你如果一天花1个小时左右，你至少赚几千美金，OK？所以两件事情。那我自己每天赚钱的方法很多，刚才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。只要我每天有花一点时间做这个一对一，至少都是赚几千美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自己是用很多种不同方法赚钱。那刚才我讲的这个是其中一个，OK？那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。一旦你开始启动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成交咨询成交的这个模式，以后呢，就是一旦你拿到这个成交高手认证，以后我们可以提供你每天的精准名单，你一天不需要多，因为我们提供的名单都是非常精准，OK？这些人都是我们都已经知道他们要什么，我们都已经很精准的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要什么，OK？所以，我们每天只需要给你大概10笔很精准的名单，你每天只需要花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跟这10笔名单去沟通，然后我会教你要讲什么，OK？然后你一开始的成交率可能没有像我这么高，我已经做这种成交已经做很多年，所以我的成交率大概都在8、9成，我常常有时候1个礼拜。每一个跟我讲的一对一的，每一个都买，OK？所以你一开始的成交率可能不会像我到8、9成，我们就说你一开始只有2、3成，OK？那我们就算你一开始只有2成。那因为我们这些名单都很精准，所以如果十笔，我们如果给你10笔，然后你就算你一开始你的成交能力还不是那么高，你只有成交2成，那还是你每天还是可以成交2个。如果我们给你10笔名单，你成交2个，你就算你只卖1000美金的项目，我会教你卖1000美金啊、3000美金，还有10000美金、10000美金的东西，所以你不一定是只有卖1000美金，但是你一开始，当你能力跟经验还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，你可以先从便宜的开始卖，你先从1000美金的开始。所以如果说我给你十笔很精准的名单。你的成交率还不是那么高，只有成交2个，然后你只成交1000美金的东西，那你一天就是成交2000美金。那你如果大概是拿一半的话，你一天就是赚1000美金，OK？所以你只要开始启动这个赚钱的流程，
只要经过我的培训，然后我们给你很精准的名单，我们的名单多到用不完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名单，因为我们公司的名单真的就是源源。